未好啦，一起步嘅時候，我見到咧暴烈情感最快嘅，咁然之後先至見到咧中間有王威都幾快嘅話，另外開面有咧奇樂無比啦、小川姑娘啊、大愛當吸埋你啊，就有咧唯你獨尊啊，中間仲有呢只咧就係維和團隊啊，咁然之後先見到咧赤色漩渦啦，就係黃綠細格嗰只啦，埋邊咧全紅衫有一隻咧就係爽快利落啦。另外中間咧都見到有呢只咧了然不惑啦，開面藍衫淺藍衫嘅就無知境。过嚟两个马威之后先见到啦，横间衫嘅就喜运湖啦，拍上去埋边有呢只红梅滋味啦，咁啊俏母娘嘅咩耳包嗰啲味嗰只系如人如己啊，系咪自己慢慢喺后边如紧啦？咁啊开始转弯嘅时候啦，我见到前边咧出咗嚟带头嘅都系呢只唯你独尊啊，杀咗埋嚟放头噃。所以地位小川姑娘埋边伏住喺第三位呢只大本王威啦，跟住佢哋仲有呢只咧就系维和团队啦，咁啊然之后先至见到咧埋栏嘅咧就有奇乐无比，中间咧黄黄绿绿嗰只咧就系赤色漩涡啊，再啲先开边仲有浅蓝衫嘅就系无知境啊，抽出边走嘅就想念你嗰啲马噶，入正字攞手机前面都系呢只唯你独尊嘅，首先上嚟就系王威啦，咪一对希斯马房嘅马，后面上紧嚟嗰啲赤色漩涡啦，中间仲有呢只小川姑娘啦，然之后先到埋边仲有呢只奇乐无比啦，再后啲先到埋边仲有暴烈情感噶，最后200米时仍然都系咧希斯嗰度喺前边嘅，但系好似散散地咯，赤色漩涡上嚟咧追呢只咧就系阿王威，终于撞到嘅时候啊，赤色漩涡赢出今届赛事第二名嘅就系王威，第三名咧埋边捐上嚟有咧爽快利落同埋暴烈情感影相噶。咁啊，結果好彩就～